about it. Everybody looking at us.2020年的春天，我遇见了你。当初我只想与你当作为朋友，却不知不觉地我们走进了另一段更深的关系，为我的生活增加了无数的色彩。你曾经说过，我是你第一个女朋友，更希望认识最后一个。我当时笑着对你说：“哎，那可不一定哦。”还得看看你的表现，我才考虑考虑。没想到在这一句玩笑话过后，你的表现比我想象中还要认真。更没想过，除了我爸以外，真有那么一个男人把我宠成女儿。你就像一抹温暖的阳光，照进了我的生命。人家说要迎娶美娇娘，要先过五关斩六将。但是我们今天很善良，我们只留了一关给你们。伴郎要挑奶嘴咬住，咬住的要比动作给新郎猜。然后题目跟嘉宏还有金品有关，几个字？六个字。哎，车。哎，我的车。粉红色，粉红色车车。粉红色马自达。恭喜，下一题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六个字。意大利面，奶油意大利面，洋气大肠面线。哦。极顶汽车美学。哦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只疼你，宠你，不欺骗你，答应你的每一件事，我都会做到。老婆，老婆，我爱你。我就让你幸福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现在，我期待与你携手走向更深的未来，承诺永远相爱。不论幸运还是挑战，让我们一起坚定的充满爱、关心和快乐的未来。此刻起，我们要从童话故事升华成家庭优点了。未来还有好多任务等着我们携手完成。如果有天累了，想避避风雨，请记得我们就是彼此的港口。最后，仰望星空，脚踏实地，莫忘初衷。未来的日子有你有我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谢谢你的无私奉献和无私的爱，无尽的爱意。期待未来与你们分享更多美好的时光。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。My parents are tailors, they're just like me. 我们的岁月静好，都是因为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。我会带着你们给的爱和勇气，去开创人生下半场崭新的人生。爱你们的女儿，金品。This is more than I could ask for, and more